今日甲昨昏比起来吼，昨暗可能无一定睏真好啦。我嘛同款吼，头一工拢真无好睏，但是今日恁就睏甲真好。因暗吼，我甲你保证吼，你明仔早时起来时阵，大拢笑眯眯、笑眯眯啦。安怎讲呢？因为今日上课恁会上到十点，所以说课吼足暗的，啊，拢一定爱照规矩来吼。你唔通就是讲你一只你坐。拢无人咧看呢。美国是透过这个咱的实况转播吼，拢甲你实际上甲你看。啊，伊嘛伫上课哦。这毋是干那美国伫上课，含中国共产党都伫上课。咱每一摆来咧讲吼，讲啥吼，免偌久，超一两礼拜马上就有反应。啊，国民党嘛伫反应。吼，你先讲咱的乌熊出来，开始伫训练的时阵吼。伊知影讲乌熊是要后摆要接管迄个警察的部分吼，伊即马宣布讲吼，警察的人员啊，为即马要开始一个月薪水加8000块啦。伊拢惊着呢，所以因讲即马要加8000块吼，啊，所以咱替台湾所有警察欢喜啦吼，因为台湾民政府替因加薪8000块。啊，那乌熊吼，害咱乌熊若加8000块，咱乌熊都搁爱加回呢。不过乌熊后摆是领美金啦吼，所以应该是较无啥有差。啊，咱讲即要发车牌，吼，即两三届以来吼，至少一个月内拢一定要发车牌，因为迄个车牌发甲足无道理的，税金有够重，一只迄个汽车，敢若税金20000几块。咱讲吼，车牌要来发，免钱的，吼，车是老百姓要用的工具嘛，交通工具嘛，所以咱要发。即马一个安尼吼，啊，国民党即、这个中华民国马上阁宣布，无代无志讲宣布讲，因即马汽车甲奥多麦吼，迄、那个行车执照吼，拢用迄个一世人个啦，啊免钱个。咱若讲啥，伊就讲啥；咱若讲迄套，伊就讲这啦，无一项无对个啦。所以你毋通就是讲，伊无咧看呢，因拢专门个人伫甲咱看，吼、哦、啊，恁会当放心啦，恁直接去上课拢有受美国保障啦、保障啦。唔是干安尼尔呢？你甲看咱最近讲的真侪代志吼，逼这个中华民国吼，拢有咧改进。啊，伊这个改进对台湾人好，啊，若好诶，咱拢甲做无要紧。所以呢，咱伫遮咧上课，咱咧讲诶，咱即马有讲真侪啦吼。啊，但是咱袂当乌白讲，所以有诶人讲，啊，秘书长，啊，你搁甲讲咧，我要乌白讲嘛袂使呢，我着要讲诶时阵，着爱甲美国搁参详讲，我会当讲这无？哦，啊，因若讲好，因着背书，啊，我着敢讲。所以，一直即个民政府甲即摆吼，差不多上即个课，差不多要两年啊啦。甲今诶明年诶1月14吼，是咱第一届第一期诶，就是已经超两年。啊，即两年内底吼，咱所训练诶，只要初级班超2000几个，高级班超1000几个，现主席诶数字差不多就是安尼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我也相信讲过几年以后，诶，迄个速度会愈来愈紧。安怎讲呢？咱即马有两间教室，才一间，后壁嘛有一间吼。迄、那个后壁迄间即马9月初8乌熊来的时阵吼，要开始使用。所以即马乌熊来的时阵，乌熊经过训练，超到旧年诶，今年诶，2020年以后吼，乌熊会去日本。啊，去日本的所有费用呢，拢民政府负担啦。不过民政府是无大负担啦吼，民政府因为顶悬有头家，吼啊头家会负担，啊所以即、这个做，但是即马是讲吼，乌熊的人敢若家己出机票钱，差不多10000块啦吼，日本的来回，啊即、这个去日本了的食啦吼，住啦吼，制服啦，使用的物件吼，啊即拢免钱，头家去付，啊你即马伫外口，你要讲讲台湾民政府，你千万唔通讲是台湾政府。因为台湾政府的顶外无头家，台湾民政府有头家。台湾民政府的头家是啥？就是美国军事政府，哈 USMG。所以真侪代志吼，包括真侪代志，即、这个警、迄、那个普通人吼，驶即个车吼，啊挂迄个 USMG 的车牌，啊即摆中华民国的警察甲你查着，啊查着呢，要甲你罚，啊要甲罚哦，已经有几下摆，甚至拄啊开始啦，超一两年前拢会甲送法院，但是法院去吼，拢判无罪无代志。啊所以吼，迄、那个判决书呢？我嘛有压印吼，咱的初级班的吼，啊，即马若摕即张迄个法院的判，中华民国法院判好看，
啊，你若唔惊麻烦吼，我嘛甲你惊法院嘛无要紧。啊，法院判过来，安尼互你看，吼、哦，已经有两摆吼，啊，即摆拢无代志，啊，无代志，我是讲吼，莫甲中华民国直接发生冲突。迄、那个因中国人有一句话讲：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哦，你无必要嘛吼、哦，你家己脱皮疼要创啥呢？对吧？啊，你脱皮疼，即摆警察若拄着迄个白目的吼，啊，甲你对你无礼貌吼，你著加衰的嘛，无必要，吼、哦，无必要。所以有的人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我即摆爱当卖胶水无？现主席，你无多讲卖胶水，因为你若无胶水，伊甲你查封恁兜啊，要创啥？所以呢，卖甲伊直接对抗。吼、哦，啊，有人讲，哎、欸，我即摆要做兵啊，会当卖去无？免啦，我甲你讲吼、哦，有真侪人即摆去做兵吼，拢做几个月啊，就叫你转去啦。吼、哦，你甲看台中的青川港加山，啊，什么人甲讲的？当然是足关阶级的军方甲讲的嘛。所以呢？这个做，我讲唔免做兵是啊，因为中华民国是恐怖组织嘛，是美国国务院宣布的。啊，什么叫恐怖组织？三个条件：第一，唔是一个国家，啊，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嘛，你美国讲的啊。第二，有武器，啊，伊甲美国买武器，啊，台湾人咧立钱，所以有武器。第三，在台湾征兵，我上讨厌就讲征兵呢。咱叫占领，咱也就去改服兵役，服兵役是牵涉到效忠问题，效忠你要效忠谁？效忠中华民国，这无道理嘛！我给你占领，哪会给你效忠？第二世界大战，美国轰炸台湾，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，到今日国务院对台湾人啊非常的歹。啊、哦，当然啦，这美国国务院吼已经有向迄个美国国防部抗议，叫伊甲讲吼，卖阁上课拢讲着美国诶国务院歹话。但是说我讲拢讲实在话嘛，对不对？诶，你拢无替我讲话呢，是不是啊？美国国务院本来就歹呢，我甲你讲吼。美国国务院下骹有一个 AIT 嘛吼，啊，这 AIT 吼有一部分人吼足切我诶，安怎讲切我呢？因为我将因的迄个军购案的迄个 commission 啊，拢通通无去啊啦。本来真好贵呢，买一架迄个飞机吼，可比讲若一亿吼，啊若卖吼，中华民国卖两亿个，啊其实卖两亿呢，伊收嘛收一亿，但是迄个剩的一亿呐分掉去。我足清楚的嘛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建办啊上课啊，讲到国务院啊，我就家己出去啊，啊，所以引起抗议啊，啊，叫伊讲甲我讲，哎、欸，你不要再骂国务院了嘛，啊，所以即马国务院吼弯了两派啦吼，一派嘛对我袂歹，啊，但是一派对我无好，啊，我讲你管你，我管你对你对我好啊嘛，反正我互你占领，我甘愿嘛，我战士我甘愿嘛，互你占领嘛，但是你要照规矩来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安、啊、就对我啦。来，咱来讲这个中国国情，这敢那国旗颁奖你上这个物件吼，所以这个教材是美国 CIA 提供给咱的。这个人到今日为止，今天为止，还是中国共产党内底诶属于军方的鹰派，啊，有真侪政策呢，这个拢有参加会议。这个人叫做戴旭，上校啊，上校，伊是空军的上校。你甲看伊写文章。你就知影讲，即个人吼、哦，一干干嘛飞来飞去，四界咧飞，队伍代志伊就去，队伍代志伊就去。所以这人毋是小人物啦吼，本来伊是伫广东尔，啊，即摆已经调去伫北京，啊，因为伊倒住吼，迄当演讲的时阵吼，伊家己可能也无注意啦，啊，所以无注意的时阵吼，伊就去互录影，啊，录起来以后，即、這个互变作文字，吼，啊，变作文字呢，啊，就是咱今仔手中所看到，为伊所写的这文章。你会知影中国的情形，可比讲真趣味吼，伊嘛捌讲的，伊讲啥？伊讲美国欠我中国足侪钱的，啊！你中国要还无？各位，你看中国欠美国遐侪钱，啊！中国诶，美国要还无？会还无？我讲几个字，互你听着，你就知影讲伊会还啊，未还啦。去年年初的时阵啊，美国讲伊都。再一次发行国债，甲中国讲：“哎、欸，你要买国债，你要买多几千万。”中国的财务，那个财政部长出来讲啊：“我才不买呢！啊，你欠我遐侪钱啊，你搁叫我买美国的国债，我都要甲你买，我不爱甲你买。”国务那个美国的这个啊，做财政部长来讲：“哦，你不买啊，没有关系，我自己买好的。”计刚刚想想诶，美中国诶财政局局长想想讲，哎、欸，不对呢，你要买，你用什么买？
用美金买，啊，无钱你搁用美金买，一边啊，印钞票嘛，我印钞票来给你买家己国债，会使哩无？会使哩啊！啊，但是美金会安怎贬值嘛？啊，所以中国伊讲安尼唔对哩，我给你买，我给你买，第二天伊个宣布讲，我帮你买，我帮你买，啊，怎啦？愈欠愈多，啊，会行无？会行无？我别讲啊，你欠人钱爱行啊！啊，所以呢，所以我感觉吼，美国迄个副总统去甲访问的时阵，去年的代志尔嘛。诶，北京大学囡仔就甲举手，请问副总统，啊，你现在中国，美国欠我们中国那么多钱，那些钱安全吗？迄副总统头脑正好，伊安怎讲？伊讲吼，绝对安全，就像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，我会保护的好好的。人这个戴旭伊马上想啊，也不对呢。这句话有问题，在你的肚子里面那块肉，啊，如果放出来是什么？屎啊！啊，我要给你提敢提得到，提不到啊！啊，所以呢，伊这个戴旭又搁讲一句话，伊讲在美国有一句话啦，有一个迄个金融专家吼，伊的孙啊，你甲问啊，伊讲阿公，啊，咱讲欠中国钱吼，安尼要安怎？当时要来行，伊迄个阿公甲讲啊，伊讲乖孙诶，你嘛少学咧，后摆你免啊，搁再借搁较济钱，甲你后壁诶孙阿公吼，叫伊看免啊行，未行啦。我搁甲你讲，美国即马有经过 QE3、QE1 印钱，但毋免印几千万，啊即马煞咧 QE2 愈印愈济，即马 QE3 安那规定安那无限制的印。但是你有注意哦，美国经济这么坏哦，美金有没有贬值？没有呢，美金没有贬值呢。全世界呐，发生金融危机，迄个国家吼，迄个币值啊呐，马上贬得一塌糊涂，剩一半，甚至剩十分之一。干那美金不会贬值，各位你甲想看卖就知影。所以呢，我有写一篇文章啊，伫咱个官网顶面，我讲我的估计哈，上班五年进。啊，那上班吼、哦、十年啦，近超五年啦，美金会改变颜色。改变颜色是什么意思？本来美金是啥青色的嘛，对不对？甲变红的就好啊，变红的，你知影即摆全世界的迄个黑钱啊，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啦、啊，美金发行量的三分之一啊，提不出来，要换做。那变做青要变做红的吼、哦，要换迄个红的吼、哦，改规定讲半年内底爱换吼。迄、那个美金全提袂出来，安那提袂出来，安那全作废。这是美国人头脑实在非常好啊！这方面上的控制，就是犹太人的控制。所以吼、哦，我是咧鼓励讲，咱所有的吼、哦、台湾人吼、哦，尤其咱的民政府才会受过分的，这个脑袋吼、哦、要甲拍开啦。台湾人的头脑绝对有够，就是讲伫这个生存内底，我们台湾人要哪生存吼、哦？是靠咱逐个人用你的脑筋去甲伊对抗，吼、哦！你要用武力，无票无可能，你拍袂赢伊啦。吼、哦，咱人嘛少，对吧？啊，人美国啊，伊本来美国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啊，伊是一个二流、三流的国家。但是迄当阵的大日本帝国是一流的国家。但是今日呢，美国用这个方法，你讲伊无遵守国际法嘛？伊有嘛有遵守啊？但是呢，伊用国际法去运用国际法吼。哦将这个大日本帝国拆到密密麻麻，所以呢，咱即马就是讲，咱嘛是属伫法理上，然后法理上属大日本帝国的国民，所以咱就要呐，咱就要用咱的方法，用这个国际法来研究好，用这个国际法，咱来求取我们的生存。啊，咱的生存是啥？咱不爱和共产党来统治，还是一定的嘛？你唔通看中国实在讲吼，拖呢？少数的人，5%、3%的人拥有95%的财产，剩的人去分那5%的财产，那款生活吼，不是咱要过的啦，吼，所以呢，咱大家一定这点吼，一定要创个清楚。所以这个高级班呢，有上这个中国国情的原因，就是讲吼，你上到高级班来吼，你对全世界你也了解，啊，这个全世界了解，要哪了解，足简单的嘛。中国人写的，你甲摕来甲看卖，看伊安怎写，啊，甲分析讲，哎，安怎安尼写。所以
咱分乎你的这个教材吼，你唔通讲分乎你，啊，你怎样都上课耍？因为我上课这节课嘛，无多迄个伊讲的在这篇文章啊，甲讲个完，无可能啦。所以你，我若讲到对后边的部分，你咪继续甲看咧。安尼，才袂迄个，和这本这个我印这个物件的迄个意义，所以无去。咱头一面就先讲咱的公务人员要安怎？这公务人员是啥？这个要做一个查某的总理嘛，哈。饭店，伊去切面包，面包落去，落去涂骹，迄涂骹是大饭店涂骹垫，拢印一直是用地毯嘛，嘛袂真垃圾嘛，伊捡起来，搁放喺伊个盘底。啊，这印中国人感觉很震惊了。哦，啊，一个总理哪安尼？物件落去涂骹，搁捡起来，搁放喺盘底，这表示轻俭嘛，对吧？咱台湾人嘛有这种个，但是印中国人无呢。中国人呢，拢爱民主。啊，就土地，讲土地也对，但是是爱民主啦，爱暴发户。所以呢，因虽然暴发，你唔能去羡慕。咱即摆的媒体哈，尤其是这个蔡衍明哈，哦，讲即摆讲买迄个一周，一电视啦。各位，你想伊个钱为着来买一个乖乖啊，啊加迄个方便面啊，就是会当来买几啊百亿个物件。你讲伊真正伊赚遐济吗？卖甲咱骗啊！遐钱若是中国，我头端倒互你做伊遐济。但是互中国个安怎？不要紧啊，做你去买啊。民进党执政吼，伊所买咱拢个无个遵守啊，从来，一切从来。但是我人以前我是住伫即个夏威夷，但是我有得到一个结论：日本人真好野个时阵。四界拢去买财产，去买海外的财产、饭店啦，去买美国的这个摩天大楼啦。但是即马呢，经济变动以后啊，伊遐物件啦，拢卖出。但是迄个时我捌问过美国人，我讲日本人来甲你买遮个物件，买遮尔啊侪饭店啊，遮尔啊侪大楼，啊恁美国人拢无要紧嘛？伊伫笑，伊笑笑伊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Roger。你有看过日本人买了以后把那个饭店搬回日本的吗？有无？无呢。这点我甲各位讲，即马中国人真侪来，买饭店啦，买啥有无？你敢捌看到讲伊将这个饭店甲搬转的？有无？无呢。无比伊安怎处理，比讲安怎处理，伊时间一个甲用政策甲变落去，遐物件留咧，而且佫离开呢，各位。美国人做一个，咱做一个无？咱啊，我来要来甲做安尼，搁买，中国人搁来买，因为咱去骗太侪钱，足侪台商伫遐了钱有啊，报复啦，你搁来买啦，拍手欢迎中国，欢迎中国人到台湾来买物业、土地，好，买拢可以买，民进党执政，迄拢无遵守。伊会晓，咱嘛会晓，干毋是？很简单啦，无代志啦。来看这个中国国情报告。来，你来看迄个中国国情，伫迄个第三篇啦，哈。第二篇是迄个占领，哈。第二篇，恁小台国际的占领法律。即个今日即块土地是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23条，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。这个占领的法律写一下真清楚。当时我伫美国的时阵，这个国际占领法律我使用很多。美国的法官呢都同意，因为咱讲的是真理，所以呢，伊无法度甲咱反驳，所以才会判咱赢。伊这个赢的部分呢，我甲各位复习一下。迄个美国的法律五点的结论是啥？第一，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。第二，伊讲本土台这无写啦，这我即摆咧讲结论是我嘴咧讲的尔啦吼。第二就是讲吼，本土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，所以即摆中华民国政府是假。第三，伊讲本土台湾人要阁生活伫政治炼狱，啥物叫政治炼狱？就是要去选举啦，要阁戆戆啦，要去选举。第四，要求美国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原告的诉求要求。所以呢，咱的诉求就是讲，你要照战争法，伫台湾成立台湾民政府，
啊，所以美国已经有做到啊，阿妈开始去做。第五点呢，就是伊承认承认讲，美国今日为止，还阁是台湾这块地区的主要占领全国。所以呢，啊，这是啊，咱的这个这边的这个官司哈，我甲各位讲哈，咱的这个官司的这五个结论哈，绝对是台湾后摆历史上啊，一定会记载非常清楚，走袂去的。啊，所以呢，咱这个过这个法院哈，会当讲是，坦白讲哈，真正是惊动万教啦，但是呢，对台湾人哈，真侪台湾人还是搞不清楚啦。不过哈，你也甲原谅啦，67年的教育无遐尼啊简单哈，都予台湾人知影啦。因为台湾人很重视的教育，尤其在少年啦哈，所读的册上，台湾是清朝的土地，各位，甲你讲一半尔。其实台湾不是清朝的土地，是清朝的拓殖地，讲较白就是殖民地啦。因为殖民地伫国际法内底才可以割让。今日台湾若算是清朝的领土，还是神圣不可分割，不能割让。因国际法规定啊足清楚，这国际法是根源于万国公法，万国公法的根源于自然法。我甲各位讲，我讲一个足简单的自然法，互你理解什么是自然法。自然法就是讲，以咱人体为例，你人的身躯的内底有心脏、有胃、有肝，有肠啊，这内脏啊，我请问各位，这内脏会当挂掉给别人无？袂使的吧？这叫自然法啦。但这个土地已经甲日本天皇连到底啦，因为你的连到是本来是殖民地，殖民地经过万国公法，先甲你皇民化，然后甲你教日本话，甲你讲日本人的习惯，一切拢甲你实施，然后实施宪法的实施，就是乎你已经有一个天赋的不可分割的权利甲义务了，所以呢，这块土地就变作日本天皇伊的领土，伊的神圣不可分割。这是根源于万国公法，万国公法佫根源于自然法。自然法我讲足简单，就是甲你人体内底五脏内脏共款。你内脏你无都挂乎你别人，这是主人内底是神圣不可分割。所以这我若讲安尼，大概就会来了解讲吼，是安那样是这土地第一前清朝的时候可以割让，因为迄当阵是殖民地，是拓殖地。而且这个殖民地敢若倒兵一半尔。来，咱去照迄个啊，做相片哦出来，迄个清朝迄当台湾的这个相片，这不是咱家己做的，这是伊清朝的时候的相片。你甲看这个倒兵的台湾，敢若一只牛啊，有无？迄个蚕啊，迄个去会吐迄个蚕丝啊，伊的清朝的土地嘛，你甲看哈，这个啊做福建省与大原。图的局部，这是1735年的时阵哦，迄个一个法国人哦，迄个图嘛，一只嘛，较清楚嘛。迄当阵清朝并无台湾嘛，伊即嘛，所以伊即嘛中国人，敢有你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，无安尼，已经拢停安尼。伊即嘛吼，知影讲即个真相，互咱民众甲跳开，大家拢知影讲，已经这都遮尔啊清楚的代志嘛，这毋讲假啊，讲实在啊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伊刚刚佫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，无呢？所以伊即马改啊，改啥？核心利益 （core interest）， 核心利益。各位，你要看哦，咱算民政府算厉害啦吼，为迄个神圣不可分割，强迫改变做佮今日的 core interest。即马 core interest 吼，后摆吼，咱则佫改个改佫讲。后摆讲到尾吼，你也佮尊重一边一国。但一边一个，迄边中哦，这边跟台湾不是呢，这边应该叫啥？日本呢？那很准是占领，是美国占领呢，所以应该是一边，这边是啥？日苏美战，但永远不是你中国就对了，所以到今日为止啊，中国人有来打台湾无？思想你个认真个想法麦有无？没有呢，伊无甲你打呢，从来无甲你打呢。中国共产党，我上课讲几下摆，中国共产党无杀台湾人呢，杀台湾人是国民党呢，这小你还算个清楚呢。二二八是杀死几个？126,000呢？你国机关呢？国讲几百个呢？
你拢唔知影贵个代志。第一个，迄当有真济二二八的时阵吼，是规家叫抄家灭、抄家灭族呢。伊无迄个、迄个锁口啊，伊用手甲你卷迄个啥钢丝呢，为手安怎甲卷卷过呢？啊，伫迄、那个家人个码头，伫高阳码头，用脚甲你踢落，踢落海底呢，安尼死个呢。啊，而且拢有真济拢是全家呢，全家死掉呢。所以你也看嘛，伊这个二八的恐怖甲白色恐怖，和台湾人到今日内底头脑内底啊，头壳还阁有呢。我虽然阮家唔是二二八的受害者，但是呢，二二八的阴影还阁伫我头壳内底是安怎？因为我爸母迄阵有惊着嘛。到今仔为止，我妈妈八十几岁嘛，还阁伫惊迄阵呢。所以我甲各位讲吼。无来上课，还是讲你来上课？你各位你来上课就足伟大，我无甲你骗。这无呢，你无叫吓惊吓惊着，替家己鼓励一下。不简单呐、啊，真正无简单呐、啊！我甲各位讲，恁真正足了不起，你们比我更了不起。啊，搁遐尼啊远，啊来坐伫遮去开家己的钱，真正开家己的钱呢？所以吼，我国民党哦。甲民进党、甲台独联盟遐个人吼、哦，未了解呢，奇怪，我买便当房吃，都无人要来听演讲，啊，遐个人都开家己的钱，啊，来遮受苦三天，吼、哦，我想着各位你这点吼，我就非常的甲你尊敬呢，各位，恁真正得到人尊敬，你讲对不对？对。嘿，啊，你白家己拍一下破案嘛，袂变。好、哦、来，讲中国国情报告哈，这2010年的一月份的这个待续上校哈，最新的迄个演讲的迄个原稿哈，咱给揭露起来哈。啊，我看我这样用迄个北京语来谈哈，较好谈啦，因为伊写北京语，我爱用北京语谈。啊，有人听无北京语的有无？无啦哈，嘿，国民党足成功的呢哈。我有听讲台语，有个人袂晓听呢，哈。啊！在北京语吼，大家拢会听，是足够的啦。我感觉伊足够的。国民党是吼，这方面吼，真正学有专精呢，足够的。来，大家可以回想一下，进入2009年，几乎每个月都有关于中国的消息传来，远的不讲。奥巴马刚刚上台，便和日本密谋关于针对中国的很多事情，我们的很多人还被蒙在鼓里。五月份，马来西亚、越南、菲律宾一块提出把南沙群岛并入他们国家最嚣张的一个月。在这个月，美国的军舰连续在南海和中国的军舰、渔船发生冲突。到六月份的时候，印度一下子增兵60,000，在这60,000里面有2个山地兵部师，山地步兵师，加上一个炮兵师。所以在六月份的时候，我又去了一趟成都，是因为他们这一次的征兵。因为咱过去嘛真少知影讲这个叫做印度哈，印度甲中国的情形。但是为这这个中国人伊家己这个海诶空军的上校所写的文章，你来让来知影讲吼，这个印度哈，印度其实迄个边境啊，甲中国的边境啊不太平静。到八月份的时候，我又去了一趟。七月份的时候，日本宣布要在与那国岛驻军。后来日本新政府上台以后，这个消息暂时停下来，现在是搁置。但是他的国防部长已经宣布要这个地方驻军。各位，尖阁群岛发生代志的时阵啊，美国日本的自卫队啊，伊讲要送吼菲律宾12架的巡逻舰，不是艇哦。巡逻艇较细只，巡逻舰12架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我甲美国要求，我我台湾民众甲你要求送我5架。啊，美国甲我问讲哦，啊送你5架，你要放喺度？要放喺度？与那国岛嘛，与那国岛离飞花莲偌久？110公里尔，110公里，骑迄个水上摩托车都骑会到位。我要放伫遐，伊讲啊，你放伫遐，啥物人要使？
我讲黑熊赛啊，我有黑熊部队啊。哦，伊嘛伫笑，伊讲啊，你我甲你认认弄日本，叫日本的自卫队吼，你甲讲啊，叫伊送你。我讲好啊，啊，但是我自卫队我要甲什么人联络？伊就去想，后尾因派什么人来？日本的前国防部部长爱知河南，爱知河南有来咱遐上课，咱有先甲伊开会。开会时阵，我买啊五只，伊毛惊着，伊过去毋捌听咱即个讲的即个论述呢。即马转去吼，爱知河南吼，四界的演讲啊，拢讲咱即个论述。伊讲即个论述哦，即马是日本请的，因为日本人以前毋知影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后，半迄搭拢无去啊。伊伫遮的时候，我甲讲哦，我其实你日本吼，即马剩的拢毋是精英啦，精英拢已经安啦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拢自杀，啊无就战死啊。我讲台湾是因为去互日本吼，精英嘛拍死了了。但好佳哉吼，我毋是精英啦，我是干那会晓读册尔，所以台湾的精英哦还没有被发现。像咱的这个院长，这就是精英啦。新罗医院的院长，这是精英啦，来甲拍手咧，精英啦。其实吼、哦，真早人就你甲我介绍，这个做庄院长，啊，我一直要去找，但是吼、哦，我唔知伊的电话，唔知伊的住址啊。诶，伊可能上着上帝感召吼、哦，走来上课。所以吼、哦，我甲你讲吼、哦，即马你啊看，即马真侪精英吼、哦，拢来你上课啊，一个一个拢有你来啊。安尼来以后吼，我相信咱台湾的前途吼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你保证，台湾的前途绝对是光明的，对不对？爱知河南的时候，我甲要求五只的巡逻舰，我甲讲这五只吼，我派黑熊去哩。啊，即摆黑熊去哩吼，咱拄啊开始袂晓筛准咩啦？我真简单嘛，你日本自卫队海军吼，我甲你照几下来筛准嘛，啊，美国付钱就好嘛。啊！我一个讲啊，迄爱知海人讲，爱知海人在笑。我讲你日本哦，绝对无迄个勇气哦，敢甲中国开炮啦！我讲你免烦恼，我这五只体力吼，我甲你日本的诸位共同保护钓鱼台。啊！若中国敢来吼，我甲你保证，我一定甲开炮。啊！甲开炮，对，美国你都要来，安尼有理无？来，再来拍手。这叫做摕人个拳头舞争潮赛。哎，以前伊就是安尼甲咱创个啊，对不对？以前就是安尼甲咱用个嘛。咱吼、哦，咱嘛爱用这种个方法。所以我讲吼、哦，咱这少年啊，尤其这少年，我看了你上个真好。这少年啊，后摆我相信拢比我较巧。后摆恁个头脑一定会赢过我。迄个时阵，咱台湾会愈来愈好啦。会继续上我课，较紧上袂烦呢。就在这个月哈，新疆发生715大屠杀。六月份印度征兵的时候，我在成都，我从成都去了新疆，我从新疆回来不到20天，乌鲁木齐发生大屠杀。他的屠杀的地方我全部去过，还是在七月份，印度自己制造的核潜艇下水，还宣布要再建造4条。然后日本邀请热比亚访问。同时希拉蕊又跑到印度宣布要和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，大规模出售军火，同时又回到泰国，然后台湾又邀请达赖一系列的事件。8月份澳大利亚借利拓案在政治上攻击中国，他发表了一个白皮书，白皮书上公开宣称要和中国打一仗。到8月的下旬，缅甸果敢就发生了杀中国人的事件，这个事件等一会我再来讲。各位，我伫中国的时阵吼，中国的中央的人吼有甲我讲，因为我伫中国迄阵我伫办学校吼，当坦白讲吼，因为有一阵啊，真早的时阵呢，伫差不多1986年的时阵吼，我捌。甲即个也做国民大会，中华民国国民大会的迄个副议长哦，谢良贤哦，啊，代表李登辉甲江泽民，迄当捌过谈判过。我是迄当阵的所谓的密使啦，
阮头一摆见面伫韩国，啊，第二摆、第三摆伫澳门。迄当阵吼，中国的中央的迄个政治局吼，甲迄个中央办公厅的即个主任吼，伊捌甲我讲一个代志，伊讲吼，其实你台湾吼的问题啊，阮中国无真注重啊。阮所注重的是啥物所在？是新疆呢？新疆的维吾尔族甲西藏是因所烦恼的。维吾尔族哈，伊这个民族真奇怪哦，因这个民族不爱甲伊汉人通婚呐，他不跟汉人通婚，所以伊中国一直将这个新疆哈，要将个人刷出来，要将汉人甲囥在内底哈，伊拢不爱，伊不爱甲你结婚，伊若查某的绝对袂嫁予中国人，啊查甫的嘛袂去娶中国人。所以伊这个维吾尔族啊，你也想维吾尔族的面安那看起来啦，敢那阿多啊，对不对？你想看嘛，面敢那阿多啊嘞，贴出来中国的 passport， 不是很奇怪吗？哦，所以我当日甲迄个何瑞仁讲，何瑞仁甲我合作写迄个也做真侪文章的人啊。我讲你若贴我台湾诶中华民国护照，不是很奇怪吗？你偏独独啊，啊皮肤佫根本无同款啊，佫遐老啊。所以你讲你贴中华民国护照不是很奇怪，同款维吾尔族到今日为止，伊伫追求独立，但是因为维吾尔族，坦白讲哦，伊无迄个特殊的迄个领袖啦，所以这个热比亚是查某的，美国将这个热比亚改带去美国，同时呢供应伊真济伫物质上的一寡工会，反这啥反中国，所以这个维吾尔族伫这个日本也好，伫全世界开真济迄个大会，咱去日本的时阵啊，日本访问的去年的十二月二十号，一个落飞机。哦，我看到一支旗啊，我感觉奇怪，这支旗啊是啥物旗啊？迄看来敢若是迄个土耳其迄个旗啊嘞。原来迄个组织就是热比亚的组织，对我们是非常友善的。啊，所以真正中国烦恼的，不是台湾问题，是新疆的问题，甲啥西藏？但西藏的问题伊解决去啊。西藏吼，伊从迄个西藏人吼，尤其伫这个做西藏的首都吼，差不多百分之七八十拢给刷走去啊。啊，所以对全中国差不多有九个迄个省吼，每一个省拢甲设一个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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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互起厝，互伊住，啊，互伊去遐，啊，每一个月阁互伊钱。啊，所以西藏人变做安那，无要工作，变贫惰去。啊，所以呢，伊要统治真简单啊嘛。啊，即马汉人吼，甲伊刷入去伫西藏的内底，所以若要投票吼，西藏绝对袂无法度独立啊啦。这是啥？因为政策嘛，啊，所以美国也会怕呢。不管那当阵邓小平有讲啊，哦，你美国说我没有人权，对不对？那我把反对中国的我就送给你。伊讲伊上一亿个人要给美国惊着啊。啊，所以我感觉美国伊的即摆策略就讲，即个中国啊，干脆安那，甲跳出地啦。我估计吼，早晚会去予美国甲跳出出地。是咱唔知影讲伊美国伫想啥，但是咱会小可会知影。所以呐，即马伫挖中国诶，是拢推下面诶，即挖中国啦。未晓看即个局势，现主席精神吼，已经足清楚诶。所以呢，对中国唔免烦恼，中国人无比咱较巧。当时美国是要用台湾人来对付中国人，但是无想到讲台湾人即马去予中国用去，啊，尤其即个谢长廷去诶时阵吼，即个美国非常诶震惊啊。你原来毋是咧反？中国翻过遐尼啊厉害，啊，走去啊去控托夫流涕，泪流满面。哦，这是我感觉吼，伊是毋是这个神经上有一点问题啊？是啊，我是搞不清楚啦。不过呢，伊这种行为吼，是罪不可赦了，真正罪不可赦了。所以莫怪呢，即马苏贞昌吼去接迄个中国事务委员会的原因嘛，伫这个所在，伊若好大吼。民进党阁予迄个谢长廷去做中国事务委员会吼，啊，就妥协，甚至要甲改做两岸啥物协调会。中国就中国啊，所以我足切人吼，伫外面听人讲吼，中国下骹迄两个连做伙，迄两个啥？大陆啦。到底你讲的是美即、這个中国大陆，啊是欧洲大陆，还是美国的大陆？所以各位爱改过来，以后一定讲中国就好。下骹两字写起来，唔免讲。
干那迄两字就好。中国就是中国，咱这代若无法度改变吼，咱的后代是要怎改？虽然讲吼，足侪伫语言上吼，因为甲你制作这种的什么大陆，迄是模糊的，所以你要看电视台，拢讲大陆，无甲你讲中国，偶尔才甲你讲中国。咱一定要改过，所以尤其受过高级班的吼，后摆若讲大陆迄两字哦，爱罚一百块啦，好唔？啊，我若讲迄两字哦，我予你罚一千块啦，安尼好唔？你阿掠掠看我会讲迄两字无？啊，上课讲的无准算啊，普通时来，普通时，我若讲迄两字，我予你一摆，我予你罚一千块。但你若讲迄两字哦，我甲你罚一百块。啊，所以哦，我相信我来准备迄个当工啊吼，来扣你的钱，绝对扣足多。你要相信无？你爱改过来，但是吼，你若去罚一摆两摆吼，你后摆就会改过来。来继续，我从新疆回来到北京，基本上没有停过。果敢的枪声啊一响，我又过去了，直到听到那边的枪声熄灭，我才回来。啊，我从那边又去了朝鲜半岛。到九月份，就是奥巴马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，这是一个经济事件。诶，讲到经济事件哈，我甲各位讲哈，美国已经决定，即马开始大量停止从中国进口所有的东西，所以中国的 GDP 啊，马上为14落到剩即马 7.6， 搁落落去，我甲你保证，中国会暴动，因为老百姓无物件好食，会暴动。哦，你看对唔对？你习惯看知影。啊，台商去伫遐会死一半，啊、哦，会死一半。啊，所以台商来转来，会甲我同款。2002年6月2日，我转来的时阵，规身躯干那穿迄身衫啊，啥物啊拢无摕转来。啊，我讲吼、哦，我因为捌去中国吼，所以迄当阵 CIA 拄啊开始嘛对我恨之入骨呢。哦，你摕遐侪钱啊去中国，啊，甚至有个人讲吼、哦，中国。欸、我在中国足足一钱，我迄个时阵是啥物人要借我钱？中国迄阵哪有人借人钱？无呢，每一角银拢是我摕过呢。啊，我本来想讲我也无代志，我办校尔，我办校那甲人有啥物款的瓜葛无嘛？但是呢，我都足退的，我拢起好啊，厝起几啊栋，餐厅啊做宿舍拢起好啊，会当开始经营啊，伊甲你收起，啊收起安那变做啥？公立的，看有要求无？啊，虽然公立的，伊个唔敢甲我抬，因为因老爸讲吼，伊发现讲我有背景，因为啥啦？因为迄当中，我甲啊做谢龙胜代表李典伟嘛，所以我有背景，我捌出侪，迄个所谓的高干啦，所以呢，唔敢甲我安怎？啊，所以变做老爸安怎？甲软禁，软禁偌久？半年。欸，无简单诶，互软禁半年诶。什么叫软禁？你敢知影？知影举手，无半个嘛。软禁就是安那呢？甲你派四个人、两个人，每一工拢甲你斗阵，甲你保护。伊讲甲你保护啊，吼、哦、啊保护。欸，我伫安尼四个中间内底，我走会转来啊。欸，我甲你讲，我真巧呢，我无甲你骗呢。欸，啊你有啊那迄小算哦？啊，这個、故事你要听无？我安那早阵你要听无？啊，破我声遐做我歹讲个。澳洲个记者、日本个记者、美国记者拢定咧甲我问啊，甲你顾较遐安，你哪有早阵个？啊，中国遐毋拢食屎？我毋是食屎。伊讲啊，用啥物方法？我用啥物方法？你敢知影？我我甲你讲，我用酒，毋是甲灌落水哦。不是，嘛唔对，嘛唔对，我那没人。我用酒，安那用酒呢？用米酒。因为吼，我伫迄个2002年的1月16号开始软禁，软禁的时阵派四个人，啊，每一工拢来甲，含我拢带到阵呢，因为吼。我伫中国，因为我是办校嘛吼，啊我校有别墅嘛，啊我伫外口有一间买一间厝伫遐嘛，啊两个甲我住，迄两个人吼，伊是唔敢入去我的房间啦，
啊，两个人啊，一个住伫门口，啊，另外一个住一间，啊，每一个我的房间拢特别锁呢。伊讲保护就是爱建个城嘛，所以拄啊开始的时阵吼，我若要甲人，可不可你若敲电话讲啊，林董你，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喝个咖啡啊，讲点事情啊？我可以啊，在哪里？哦，可不可以、跟我约在国宾饭店？啊，偌计先的呢？啊，就敲电话，哦，董事长要去国宾饭店哦，跟人家喝咖啡哦，你们先勤部队哦，去检查一下，啊，就真正去检查呢。啊！伊吼要出门就吼，较紧嘞，黄蛋衣就穿嘞。我讲吼，遮就互你穿黄蛋衣，啊是真个假个呢吼？啊，是黄蛋穿嘞，啊就车落来，啊就甲我载出。问题是你要甲我啉咖啡吼，伊先甲你问讲哦，啊你身份证拿出来，甲登记。你今日甲我见面，明仔日你袂甲我见面啊啦。甲你见面都要互伊登记身份证，我笑一个。所以故意啊，呐，我都无朋友啊嘛，对不对？啊好。啊，即摆住伫遐，因为三餐我会负担嘛，袂是我请保镖啦。啊，即摆我请，毋是讲我无请，是强逼派号的吼。中国人最爱啉酒，有个人爱啉白酒，有个人爱啉米露。啊，所以呢，阮迄当阵呢，因食物件我负担嘛。阿妈讲来，啊无来买，啊买的时阵吼，头一摆吼，头一摆我就摕500块人民币啦吼，啊交其中一个，来你去买。半担的白酒啊，半担的米露，哎去买，啊买可能早顿，钱早顿的30块，早30块。因为我想爱甲小甲乌死你嘛，啊拿去啦，拿去啦，阮台湾人叫做行路工啦，走路工啦，拿去拿去拿去，唔敢提呢。嘿，我就感觉真奇怪，中国人那尼啊，尼啊清廉。但是我较注意一点，就讲伊的目睭看迄、那个另外迄个无造钱的迄个，甲看一下，甲瞄一下。咦，哦，我就知影，当然伊伫提，伊唔敢提，对方唔敢提嘛。哦，我转来，我知影，我点点我卖，我卖讲转来，过两三天我酒甲倒倒掉，一无安尼，来过来买，这边去，来你卖500块，啊你500块，你去买白酒，啊你去买迄个米露，即马500去，啊即马找30块，啊即个找40块，可比安尼啦哈，30块40块，这边吼我甲讲。你们不要推了啦，拿去啦，30块40块，这算什么？拿，这帮两个互相看嘞，你有40块，我有30块，对嘞，哦，我成功了。安尼以后哈，甲训练偌久？甲训练半年。你爱互伊习惯啦，对不对？他们就会习惯啦。啊，这帮习惯以后哈，六月，拄啊迄一天哈。6月21号，我甲即马拢日记拢会记咧。6月21号啊，我向我甲讲，因普通因去买，啊，讲因去外口，我转来的时候，我拢安那，我拢赶快吼穿甲足随便的，啊，看我的电视，我电视看有够济啦。迄阵吼软禁嘛，买倒，拢看电视，所以影片吼拢是迄个盗版的，我看有较济，啊，我买有够有几啊千块啦，会盗版的，从头看到尾，看偌无聊就好啦。6月20号是21号一天吼，我一人甲摕1000块予伊。我讲迄个有一个家乐福，我讲家乐福遐去买吼，敢若较俗。恁去遐买嘛？啊，若去遐买较俗，啊，会走较济，敢毋是？你买无？那你啦，你买无？买啊，反正伊也袂走啊，啊嘛无地好走，对吧？好，去买。我伫楼骹，楼顶看，两开离开啊吼，较紧嘞，入去房间。卡棒贴嘞，马上走。但是我走呢，嘿，这走爱偷空呢。我呐，对啦，要安怎走？我知影，卡嘛袂当走。所以讲，因离开啊，我卡棒啊，我咱卡棒内底我有带20000块美金啦，因为我普通时都处心积虑哈。阿阮小弟每一摆呐，叫人来甲我看，摕我物件，拢藏美金伫内底，啊，摕20000块美金，啊，我就离开。啊，我离开的时阵吼，我因为迄当阵台胞证呐，迄个护照啥，拢叫因收起啊嘛，无爱花走啊嘛吼，所以我无多坐飞机。啊，若坐飞机晕死的，啊坐火车嘛晕死的，
伊火车顶管有公安啊，干那一个物件顶管无公安啊，准对巧。所以我呢，伫成都，我嘛无坐巴士，叫计程车，马上走去啊做重庆。哦，啊到重庆的时阵吼，因为我以前伫办校的时阵，我帮忙一个囡仔吼。迄个囝高中考了后吼，考掉第一志愿，但是无钱啦，好通读高中啦。啊，所以无法通读高中的时阵，我叫我的校长讲，你甲带来三年，伫我遐读册读三年，啊，免钱的宿舍好大。啊，我甲讲，你若考掉大学四年的费用我甲你付。其实迄当阵大学的四年的费用啊，一学期差不多4000块尔啦。大学迄当阵啦，吼。2002年，所以到2002年的时候，我帮忙这个中国的学生囡仔去大学有800个。哦，我因为我办校嘛，啊，我囡仔拢真善，啊，但是足够读册，啊，当然嘛有真有钱的，啊，未晓读册嘛真济啦，啊，但是呢，我利用遐会读册的吼，我甲捡来，互因考掉，所以头一年呢，我就调两个北大，两个清华，这是专。中国的高中的历史啊，无的现象呢。因为北大甲清大来，都知影以后吼，因为调查，因为全中国99%听清楚，99%的高中啊，考不上清华跟北大。我一间私立的学校，竟然头一年就考到两个，惊死因呢。啊，但是我因为我开过补习班，所以我知影安怎训练嘛。我安怎训练，你敢知？我不是提甲甲讲呢，无呢。四川哦，有88个县哦，是归纳为国贫，就是、国家级的贫困县。啊，甲即个叫做迄个省，迄、那个县的迄个贫困的诶，迄个叫做县呐。我甲比88个县的书记甲因通知，恁的第一名的，那足善的。来我的校读册三年免钱，考掉台我阁负担。安尼，这个条件有好无？非常的好呢。哦，迄阵就，甲迄阵就送来我遐读册的时阵吼，我亲眼看到吼，有迄送查某囡仔来迄个爸阿母吼，搁咧哭啦。我你去哭啥？啊，你唔知将我的查某囝甲卖掉无？伊唔相信有人会做这款好事啦。好、哦，但是呢，啊了，所以我头一年吼、哦，都两个北大，两个清华，所以变啊真成功。我就是因为先过来成功吼、哦，美国中央甲迄共产党吼、哦、开始来要求叫我讲吼、哦，伊要用已经有千几年的历史的叫做十四中学，石头的石啦，教室的室啦，十四中学要跟我合作。我心内想讲，我哪有跟你合作？我读书的，我哪会跟你合作？啊，来合作，我甲问讲，啊，校长啥物人派？伊讲因派，敢若董事长互你做。啊，老师啥物人请？因请。哎、欸，啊，我董事长好，我哪就讲这个权利交乎你，我无爱。啊，你给他冻一年，啊，然后才发生代志。所以我一安尼时阵我走，我安那走，我先走去重庆。但要到重庆的以前。我当然是坐计程车去，啊开始坐迄个哈，因为迄个轮，迄个船啊，因为这个船啊吼，唯一的这个船啊，无法度甲你查啦，因为中国的内陆的船啊足侪，所以伊无法度甲你查，啊，所以我就常常吼，迄个啊，超工甲结合安尼哦，足爽的安尼吼，啊，但是虽然结合足爽的吼，因遐坐船的看着嘛，甲讲你是台胞吼。我假袂出来了，啊！所以呢，我第一站去甲凤姐即摆已经阴起来，哦，伊长江线拍开了，叫阴起来。凤姐了呢，我走去即个武汉，啊，为武汉，才坐迄个计程车，啊，用计程车坐到迄、那个安徽的迄、那个啊，做省会叫啥？合肥。到合肥以后，我才坐。火车，但是坐火车呢，我嘛唔敢坐到上海，我坐到苏州头前一站哦，落车。
因为所迄、那个伤害哦，有公安一定要去查。所以我去甲这个也做苏州以后啊，叫做一计程车啊，变去上海。啊，上海住伫对，我住伫江泽民迄当阵上海住的所在的头前的饭店，因为我感觉迄上海安全。啊，然后呢，我才为迄个所在，才为上海啊，才坐火车，坐来到这个也做厦门，即个到厦门啊，36小时。啊，这36小时呢，因为迄火车顶员爱住伫遐嘛，吼。迄、那个卧铺嘛，啊卧铺会甲你检查呢，啊免啦，啊总爱用方法呢，所以迄阵我就叫两个朋友，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，甲我安尼三个。卧铺内底爱四个人，但是你若要坐卧铺哦，爱登记你的身份证。啊，所以我坐三个的时阵，我上车的时阵，我就甲迄个服务员啊，因所谓的服务员，来，我有三个，但是呢，我甲你买四张票，安尼即个吼，免登记啦。因为若免登记，迄个钱啊，伊会当摕咧落地啊嘛。啊，你若四个人，伊就我都摕落嘛。伊嘛好，哦，好，刷落去吼，底下36小时食饭的，拢甲你服务较足好个，搁胖来互你食。安尼有好啊？赞无？安有巧啊？巧。恁拢无问到重点啦。人迄吼，德国的迄个记者甲法国的甲问啊。因为你走，你这么多天你都住在哪里？我是那当通缉要犯，要住在哪里？我不会说啦，我不说头上饭店说住在车上，我何必住在车上？我跟你说，我住得很好，都住50天。啊，50天敢不查？会查。啊，要怎让他不查？也不是消费。买通怎么买？哦，恁拢想无呢？啊，恁若伫遐吼，恁若出代志吼，带你来清查嘞。我甲你讲，啊，小姐对，我到一个所在，我拢真早就到位吼，我足早就休困啊。我才5点来到位吼，较紧去找啥？找因所谓的夜总会啦。甲迄个妈妈上讲，我给你5000块，你甲我找一个小姐。啊，伊嘛小姐甲你找来吼，5000块哇，足大钱嘞。5000块费用，伊刚找来，我你个小姐讲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晚上你和我都会住，啊，我给你偌济钱，但是你去 check in， 你唔用我，我是台商啊，我若用我的名吼，一定来查呀、啊。啊，你用小姐去甲 check in， 小姐是中国人嘛，因去 check in 去登记伊的名，啊，就无代志嘛。但是我若捉着迄个小姐，甲你啊，甲你密报啊。对吧？所以呢，我真早哦，我拢安尼5点就入去啊。但是一阵讲哦，4-5点我就 check out， 我就走啊。啊，因为有这个小姐都做掩护啊，所以无人，因为登记敢那迄个小姐尔嘛，你无伫内底嘛。所以呢，我多忙的迄个5-6天哦啊，我拢带伫50片啦。啊，有赞无？巧吧？走到金门，我到金门嘛，搁一段呢。我袂当搁讲啊，搁讲我浪费足侪时间。你家己去看我的册啊，因为这段无讲啦，啊，但是册内底后壁有啦嘿。来，过来较紧嘞。这里就在9月15号哈、啊，美国情报部门出台报告啊，公开的把中国、俄罗斯、朝鲜和伊朗一起列为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假想敌。他的国防部长公开宣布要制定新型的战略轰炸机 B-3 对付中国。10月份，就我们阅兵过后不久，前几天台湾突然大规模的试射导弹都不是小数，而且这个导弹不是小导弹，全是大的导弹，很多导弹可以打到新疆，基本上可以覆盖大陆全境。这些东西集中在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来，我说的还只是一个轮廓，许多事情全部上网了，只是我们的政府出于其他安定的考虑，没有意义啊，来宣传这些事件。昨天我在飞机上看到我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文章是批评印度的，
印度现在在中印边界上非常嚣张，他嚣张的举动我能举出10到20个，但是由于这种事情不是今天的主题，我就不展开。各位哈，你来看伊这下一届问题哈，有真济代志你伫报纸拢看无诶，哈啊未甲你讲诶，啊你为这个为家来滴哈，你就知影讲中华民国的报纸看乱乱就好了，乌白讲无要紧，国际代志不爱互你知，啊咱即马要知影是靠因中国人家己伫演讲的一寡文章，安尼看会到，啊若无咱真正拢唔知影。但是你若看看，你就对台湾非常的有信心了，绝对袂甲你安怎，唔敢甲你安怎。这些事情都围绕在中国周边，连续不断的出现，这是为什么？那就是我们说，我们中国周边的局势已经被包围了。什么形式的包围呢？我把它形容是 C 字形的啊、包围圈，这是我们自己提出的。有一张地图哈。那个爱知荷兰送给我们的，你如果看那张地图，你会知道讲吼，是一个 C 字形吼，会包围了着迄个中国。咱安尼只安尼，现准时咱家己不一定了解吼，但全世界地图，你着看讲美国、中国已经吼，这个美国给安排规个 C 字拢给包起来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字母，它在冷战时代啊，中国被包围就是处在海上被包围，也是。美国50年代、啊、发动朝鲜战争的国务卿啊杜勒斯，当时宣称要对中国实行新月形包围，就是从日本列岛到南海群岛，也是从海上封堵中国，仅仅是一个新月形，像一个月牙一样。我们、今天这个包围就不是这样的。它是从月牙这个地方又从陆地上延伸到中亚，伸到蒙古。现在我们看看这个视频，这个所谓视频就是哈，这个荧幕了哈。凤凰卫视军事观察家介绍中国被包围的情况的那个影片哈，播放。啊，这是我8月18号发表在《环球时报》上面的一篇文章，当时是跟复旦大学的沈丁立围绕同一个问题。就是未来10年中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安全情势，他的观点是中国不会面临战争，我的观点是可能会面临战争，而且不止一场战争。这篇文章发完以后，香港卫视还说台湾的淡江大学、美国的海军学院以及周边的很多国家都引起了重视，因为我只不过是说是一个事实，这个事实在我说出不久，一个日本评论家沿我们国家的周边走了一圈，这个人叫做宫崎正弘，他作为局外人用了1年的时间，实际上我用了10年的时间，我在国内走，他在国外走，他在国外走完以后得出一个结论和我一样，他说，各位，这个是重点，中国是一个完全被这个地缘政治包围的国家，他的周边是军事基地、军事同盟、核武、赌场和毒品，还加上恐怖主义，全面的包围，这是中国伊的现实的状况。所以你唔能叫是讲中国问题无呢？中国问题是足侪足侪啦，只不过是真侪人唔知影。所以你若讲位置台湾，现准时看到伊款的情形哦，你对中国你就愈袂惊啦，啊嘛无必要惊因啦，因为。中国的问题啊，有够侪。台湾的问题对伊来讲啊，是简直是微小到太微小了。因为台湾的问题呐，惹出来很可能会把中国灭亡，这是很主席外况，就是安尼啦。刚才马鼎盛说，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无下阿蒙了，我们已经不允许美国 U2 到我们的天空上随便来，不像50年代，虽然马鼎盛。毕竟是一个地方人士，很多的情况他并不清楚。美国的 U2 虽然不来，但是美国的另外一种飞机还在我们国家的上空飞行。所以在上个月，我在南通的市民大堂讲堂上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当时有一位老先生啊，心脏病突发，南通人爱打麻将一样的长牌，
老少男女都爱打。我说，就在你们打长牌的时候，美国的 V2 轰炸机就在你的头上转了一圈。V2 飞足悬的呢，比 U2 更加悬，而且呢是隐形的，你看不到，雷达上看不到。所以一位老先生拄着拐杖一下子就摔倒了，我感觉到心情很沉重，非常不好意思。我希望今天不要出现这样的场面。美国的 V2 轰炸战略轰炸机可以挂20吨的核导弹，曾经以2架并列的方式沿着我们的华南、华东，从我们的上空经过。在经过山海，曾经有市民看到过，当时认为是不明飞行物。这个飞机非常的大，2个翅膀加起来70-80米，有那么大的飞机在空中，我们居然一点点都发现不了，因为在空中显示雷达反射面积只有乒乓条那么大，也就是说像一只麻雀一样的飞过天空，很难发现。所以隐形战略轰炸机作战半径1.2万公里。1999年炸我们大使馆的就是这样的飞机，中国人应该非常清楚。1999年就是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的事情了。你讲你才知道，他只碰炸一粒而已，一粒飞弹而已，那粒飞弹打进南斯拉夫的一个窗口，而且炸死三个。我最好跟各位说，那三个是间谍，美国下决心要把那三个打死的，整栋十几个都好小好小，只有那三个刚好一个窗口进去，那就死了，看多少准就好了。美国的这个 V2 轰炸机，我跟各位说一个秘密， F22 有3架就在台湾的清泉岗 F22。 因为美国有一个中队有18架，在夏威夷，其中的15架刷去在普天天基地，3架碰见了，碰见在哪？台湾的清泉岗。所以有的人说，常常都听到那三更半暝，那声音有够大，有够大。有一摆演习的时候，你唔知会记得无？中华民国的那汉光演习啊，讲伫那高速公路飞机下降有无？下降无停哦，噗一下佫飞起有无？点一下又飞起，有3架。3架飞过，鸡啊，那鸭、鹅啊，死了了，玻璃破了了，有无？你会记得无？你袂感觉奇怪？普通的轰炸机还是普通的战斗机，怎遐厉害 ？F22 啦，有3架，伫咱遮啦。所以呢，这3架吼，你会讲吼，清泉岗都听讲都无美军啦，清泉岗有美军。迄当李秀，我伫一两年外前我宣布的时阵吼，李秀连歪相信啦，李秀连我袂讲。甲蔡基源讲，你调查，叫蔡基源去调查，蔡基源去调查。我有甲各位讲过，敢毋是？有无？无，你要听无？你要知影无？拍手啊！人蔡基源真头脑真好，伊去调查2摆。因为李雪莲甲伊交代，你也要去啊。5点外就去，去清泉岗踅啊踅，都袂当入去啊。袂当入去，伊安那，伊转去吼，多少你？啊，都5-6点啊，多啊，吃早餐，迄个早餐的时阵啊，两个饼啊，入边遐去吃早餐，一间餐厅不离大厅入去，伊嘛对入去，吃早餐伊就超工甲伊开讲啊，恁敢有看到美军哈？因两个讲，阮的基地离迄个啊做空军的基地吼，足远的吼，因为宪兵啦，迄两个是宪兵啦，我唔知影呢。你讲的时阵吼。头家徛伫边啊啦，头家甲蔡志远讲：“你要问美军，就爱问我啊！你讲我想来问你，我逐天早起你甲送早餐啊？哦，早餐送几份？180份。遐美国人食早餐，每一份是100块。100块的早餐足好个呢，对不对？咱普通去食一个早餐，我上济嘛才35块尔。”三明治一个咖啡吼，35块啊！
一百块的早餐呢。哦，啊，餐厅人就欢喜，讲哦，一百，啊，你入面你有看到飞机无？哇、哦，那也无，那飞机有够大只。好、哦，伊讲吼，甲伊以前所看的中华民国飞机无同款，啊，就证实讲有一百八十，一百八十个不一定是一百八十只啦，哈、哦，因为爱个维护人员嘛，啊，所以第二届蔡清源过去，迄摆去呢，讲有一百五十分啦，所以各位，啊，这迄早餐的餐，迄、那个餐厅的老板不是当证实吗？让伊亲身入面呢？是讲蔡志远就无解讲啊，我今日来替你送好不好？看一个较有诶，对不对？但是伊袂使的啦，伊人会甲你认出来啦。啊，你蔡志远迄个书生诶型，那有可能成迄个讲卖早餐诶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来看吼，即、這个有真诶代志吼，咱拢毋知，咱拢讲啊呢。咱新竹诶乐山，美国诶迄个叫做。空军的那个雷达站啊，拢总美国人操作，拢无半个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拢无。加山拢总是，啊，若加这两三个所在，美国海军陆战还有2000名，啊，所以这个9000名要为迄个普天间基地要撤来遮，我估计吼，尤其是迄个潘内达吼，国防部部长啊，11月初2日送咱迄个机啊以后吼。还讲有人甲我讲吼，啊，我想要买迄个机啊，会使无？啊，你要买啥？我讲要买海军陆战队的机啊。我无喜欢买你诶，是要哪买啦？我若问好啊，会当买我才买啦。但是这无，咱已经挂伫顶款。那你楼下你拢食饭拢无？你注意看呢？你有食饭你有看？你是看楼顶的吧？楼下有呢？楼下有啥物机？海军。哎，对对对对，陆海空加海军陆战队对齐，四机拢伫啊。6个月内底，美国海军陆战队9000名会进到台湾，那有欢迎无？但是我跟你讲哦，欢迎归欢迎哦，咱对女同胞啊、女同志爱该特别讲清楚呢。你讲美国人几百吼？啊，迄酒吧内底吼，美国的习惯、文化跟咱无同款哦。伫美国的酒吧，我若请你啉一杯酒，你若甲我接受，表示讲你愿意跟我怎么样呢？台湾人知影呢，台湾人这戆查某吼，我啉一杯酒，那有啥物代志？要是哦，你酒啉未吼，伊就讲啊，所以美国甲日本的查某囡仔一讲，甲我咧发生这款代志啊。啊！你讲你要去啉人个酒，啊，人伊个文化就是安尼啊。文化伫迄酒吧内底，查甫请你啉一杯酒，你同意，表示讲你要甲伊安怎？美国的文化是查某个捉查甫个呢。咱台湾啊，甲即个日本，即东方个国家是查甫个捉查某个呢。我乃知影，我伫社会大，我知影。社会吼。有真济日本人去买春啊，查甫个啦。啊，所以阿东啊吼，因为我伫遐冇开公司嘛，伊还比过来讲，很奇怪，恁东方人很奇怪呢。这个为什么要去买呢？我讲啊不是，恁比过是啊，我们美国是女生会来追你啊，这不一样呢。所以这文化无同款，就会发生啥真济纠纷啊。所以美军啊，即摆一摆，我看吼，第一个教育爱先教育，即个所有人伊迄美国迄款文化，哦，你若不爱甲人安怎，你甲讲啉迄个酒要创啥？问题拢出伫遮啦，啊，就变成啊，即摆吼，共产党足够利用诶。哦，我们美国大兵哦，强奸中国女生，啊，袂听你啊，啊，即摆吼，一寡中国人吼，查甫就好。所谓的英雄气概就出来，啊，就暴动。台湾嘛，捌发生过啊，唔是捌啊。我是伫烦恼，就是烦恼讲吼，你美军入来会杀你，但是这个文化，啊，甲台湾所谓查某的同志、查某的同心，要敢讲个清楚。啊，若无讲清楚哦，我是烦我的烦恼呢，即阵我真正烦恼呢。啊，一定好好教育，嘛要讲个清楚，因为。东西文化不一样，
不要去发生这方面的纠纷啦。所以呢，美国人来跟你跳卫兵是好啦，但是吼、哦，唔当卫兵徛起来、哦，哈，徛出问题就麻烦啦。哦，我是跟他烦恼这尔啦。哦，啊，上好是你美国的高层名的，美国查甫来吼，上好嘛高层名的美国的查囡仔来啦。哦，安尼可以跟你配对就好啦，安尼好冇？嗯，哼，过来。他现在那买无虾米问题呢？咱这民众来质证吼，咱来美国吼、哦，甲东欧迄边的迄、那个金塔帽的查某囡仔叫人家读册嘛。哦啊，读册呢，台湾的少年的查甫囡仔，看人家介意吼，啊，家己去乱来嘛。啊，乱来以后生个囝啦，安老口吼嘛是金塔帽的嘛。啊，到落尾啊，全台湾拢金塔帽的嘛，啊，拢讲英文嘛。啊，中国人以后敢敢甲你讲？台湾是中国的点点，无同款了嘛？拢讲英语，啊，体型也无同款，啊，谈得拢真好，因为安老科的迄个智商啊，拢会较悬嘛，是不是？安尼，医生、院长，哦，体格较好，啊，智商有较悬无？有啦吼，我讲，医生甲我证明啊。当然这是讲笑啦吼，但是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啦，改变吼。咱台湾人的迄、那个，那么台湾真嗨呢？台湾拢去带一挂迄个东，迄、那个东南亚迄、那个细汉，还个乌，还个神，还个无水，足嗨呢！吼、哦，啊，即摆越南，啊，对吧？你听连我是白，我是较希望讲吼，东欧的入来啦，唔是叫迄个细汉的来啦。啊，不过吼，安尼嘛真嗨呢，安尼足济，但呢。查某的吼，说无法度结婚呢，啊，所以呢，咱男女拢爱引进来啦，安尼好唔好？讲好的拢无机会啦。你后生看，给少年也有机会啦。那少，啊，恁老的袂使哦，即年纪较大袂使哦。你咧讲饲呢？吼、哦，咱一日安尼讲吼，家人有两个医生哦，去俄罗斯去买两个，啊，摕来台湾生呢。哦，我感觉诶，这袂歹，改变人种，这嘛袂歹。啊，听讲迄个囡仔拢真水哈。你听你刚刚从以上的这段话哦，当作笑话就好啊，不要当真哈。过、哦、来来，继续。他现在还在过，我们拿这个飞机也没有办法哦。中国无法度，伊跟你讲的哈、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的防空并不像马鼎盛先生说的。他已经可以保证我们不受外敌威胁，这就是我们看我们国家周边的什么样情况。美国对我们的国家包围分两个方面，一条线两段。第一段就是他从上海包围，海上包围圈起点在台湾。实际上从冷战以后，日本的国策就已经转向中国，大概是1991年开始转向。他原来是美日联盟对苏联，并且以中国为他的军事上的事实上的盟友。后来苏联解体以后，日本把全部的矛头转向中国。在日本的三军自卫队里面，他的陆军里拿出一半组建了离岛部队，有5.5万人，加上他的海军和空军，专门用于西南方向。就是钓鱼台方向。各位，我甲各位讲，日本的海军，伊的潜水艇，那照伊的规定啦吼，会当有16架的潜水艇，啊，4架即马伫制作，但日本真巧，伊的潜水艇用一年就收起来，退休，甲放伫迄个啊做，横须贺，甲冰起来，一年换一只。要创啥？日本啊，潜水艇哦，中华民国潜水艇4架，为日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要去利用。日本四年哦，一年换一只，即摆有120几只，拢用一年啦，用一年的潜水艇啊啦，长好用。啊，说不怪日本的海军哦，自卫队。足臭屁的！伊甲中国讲，去年啊，讲，你中国若敢对台湾动怒，我甲你保证，48小时内底，
菩提尊顶，诶，海面上诶，迄个尊顶，我甲你全部见面，安有臭屁无？无怪伊会讲啊！你知影六方会谈的时阵，去年的时阵啊，举行美国的代表甲上海，把迄个中国的代表讲啥？伊讲你中国的武力啊，不是世界第一啊，我美国也不是世界第一啊。中国人讲啊，你不是世界第一啊，不要够像外星人吗？伊讲，我告诉你，是日本。日本现主席有偌济武器厂，你敢知影？协和号，迄、那个协和号，恁知嘛 ？Concorde， 为法国飞到 New York 几点钟？超音速的飞机有啊？迄是客机啊，因为声音太大了，世界讲你不能用了。美国去甲日本讲，甲买。工厂甲买过来，伊去甲买啊，买了三菱重机啊，引擎甲改一个物件尔尔，无声音嘛啦。伊做一个中队，诶，轰炸机，放伫普天间基地藏起来。这个速度是超音速的啊，上面可以挂核子武器啊。伊这个飞机。我相信他就在等待中国来战争，如果战争要消灭中国也很简单，要让他造成很大的问题，在哪里三峡如果一粒炸弹下去就解决了，会死几千万人啊，但是共产党他就没在怕他死，他就人多，但是他如果不向那里，他向天安门中南海给弹一粒就解决了，不怪他说三分钟的解决。所以我感觉讲，美国的国防部甲我讲这个话，没有一点点的开玩笑，伊讲真的。所以你讲中国，他敢贸然的动手吗？没啦，伊会吓会。啊，中华民国的报纸，我所以中华民国的报纸拢未看的啦，一点点都不能看啦。我跟你讲，迄只航空母舰2018年以后才我都用啦。一旦降落，so what？ 一架飞机一旦降落，两架降落。讲日本的咧，在这个啊做硫磺岛战役的时阵呢，日本精英的排到到迄个驾驶员啊，死未了去，第一批啊死未了，就是当时去轰炸迄个珍珠港的时阵，遐驾驶员啊，在迄个硫磺岛战役啊，死超80%。死以后呢，后壁无法度接啊嘛，后壁飞机的迄个驾驶无法度啊嘛，所以日本就注定为硫磺岛以后啊开始失败啊。啊，日本人都足爱死的哩，动不动就要死，动不动就要死。啊，伊感觉讲死真伟大啊。啊，美国人无共款啊，伊惊死啊，台湾人搁较惊死。无啦，迄爱钱，但拢爱啦。台湾人吼、哦，钱足多，后摆钱足多啦。所以你根本后摆你看钱无去呢。所以我咧烦恼台湾的人种吼、哦，后摆变什么型，你知不知？您有会着啊？我甲你讲，会甲夏威夷迄个原住民差不多啦，足大块，啊足扁担，拢不爱做工课，因为呐有出产石油啊，啊基地做美军啊，有一天台湾会变安尼啊。你要看我跟你讲的有影无影，然后你写日记的，你敢写起来？看我讲的对啊，唔对啦。所以呢，日本今日一输输啊，伊都不会去惊中国。所以你讲哦，报纸上哦，日本哎没有反省啊，没什么。我讲哟，日本真侪人的心态跟石原慎太郎同款啦。石原慎太郎冇得跟咱联络啊，因为。我冇甲伊讲啊！你日本修改宪法，变做大日本帝国、日本天皇的臣民的时阵，后摆台湾甲日本会变做啥 ？Commonwealth， 邦联啊，联邦啊！你就像联邦甲邦联啊，差不多意思啊，就是甲英国的女王同款，英国的女王
下骹有几个国家，一个精神领袖。啊，台湾选出咱台湾的总理，啊，由总理提名总督，啊，予日本天皇来任命，这是后摆台湾自治的一种模式。但这嘛有问题呢。啊，若有一天这个总理无做失职，啊，是啥物代志？啊，这总督爱死啊面。啊，有一，这是一个宪政问题呢。所以后摆台湾这个写迄、那个。台湾基本法的时候，这点要慎重考虑。这是我嘛一直咧想讲啊，这个要来解决，因为纽西兰捌发生这样，纽西兰的总理提名总督，啊，和日本的英国的女王任命，但是这个总理无必要，因为发生代志，啊，这嘛问题来啊，啊，总督爱死无？总督是女王任命的。啊！但是伊是总理提名的，啊，所以大家火起来。啊，后尾啊，因纽西兰呢用时间去解决，安怎解决？选出新的总理，啊，新的总理哇，照常甲任命迄个人。但是后摆台湾关迄、那个台湾基本法这方面爱去考虑啦，哦，这是我丢一个问题，后摆大家头壳，恁的头脑拢比较好，会当去想看卖啊。过来。他们叫有事，实际上就是将来在台海问题或者在东海问题上面发生冲突以后，日本的一个常设部队。它不像我们的部队，我们的部队目前不设假想敌，也没有专门对付哪个国家的军队，他就专门成立这样的军队，专门对付中国，专门应付西南方向成立这么一个部队。同时，日本现在还向联合国申请一个冲之神的岛礁的鸟礁，这是一种岛礁。这个岛礁平时在水面下面，虽然大概水面离水面大概有几米，不过由于岛礁不能住人，所以不能申请为领土。日本人现在干什么呢？日本的科学家现在正在这个岛礁上面养珊瑚，大家。可能知道珊瑚在不断的长，长到最后不断的死，死了以后就可以变成浮出水面，浮出水面以后就可以向联合国申请为日本的领土。日本人真巧呢，哦，台湾人是讲哦，这方面哦，头壳拢无够开啦，所以我希望拢咱即马吼，在年轻的一辈的在少年啊吼，多多用你的脑袋来替台湾想代志。让我们台湾可以后来变成一个全世界最幸福的一个国家。日本一旦把这个地方申请为他的领土，日本就可以增加4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。关键是他在这个地方连着美丽的关岛，关岛是美国在亚洲的领地。也就是说，日本一旦把这个地方申请为他们的领土，那么美日这两个国家的国土就连成一片了。各位，你该想看卖吼，所以咱唔免对日本这个国家吼怀有敌意。本来美国甲日本是敌对，美国甲中国是友好的，但是即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变做日本。甲美国友好，啊，咱台湾真尴尬呢。教育甲恁讲，日本是窃占台湾，变作日本也变作咱的敌人。其实咱讲较白，咱的血脉在流的，是属日本天皇的臣民啊。虽然你不一定介意，但是你敢会当敬你的父母？你可以选择你的父母吗？未使呢。这无法度，这法律上无法度呢。所以吼，在这款的情况之下，要安怎符合国际法？因为即马希拉里讲按照国际法，奥巴马讲按照国际法，日本的首相讲按照国际法，印度的首相讲按照国际法，全世界讲按照国际法。所以按照国际法，咱都要按照国际法来处理啊。虽然咱是无资源，但是咱也会晓运用国际法。咱就会当变作一个真强、真好的一个国家。你像即马，
美国国防部定爱甲咱问讲，阿国贵边喏，阿国来呢，咱就爱甲伊解释讲，伊那要问我，因为我有研究啊，我著研究了，我会甲伊提供啊，讲国际法是安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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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我建议讲你都爱安尼安尼安尼，即摆甲看起来，美国确实有照咱的研究有伫行。我是希望讲，大日本帝国原来的这领土，迄大日本帝国的图画出来，大日本帝国的领土，伫迄当阵的领土要恢复啦。但是这个恢复，才会，互全世界哦变作真平静啦。这个地图，大日本帝国的地图，敢若迄个红的迄个朝鲜啊，迄是殖民地。朝鲜伫1905年有一个辩和条款，日本的天皇和去当阵朝鲜的皇帝总理啊，签一个辩和条款。朝鲜敢若将管辖权交予日本天皇，但是主权无交，甲台湾去当阵无共款。马关条约，大清的皇帝是将台湾啊整个，包括主权，包括管辖权，拢交予日本天皇。但是辩和条款1905年，迄当阵朝鲜只不过干呐将伊个管辖权交予日本天皇，所以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第三条，日本放弃管辖权以后啊，当然朝鲜马上就怎样独立建国，迄是一定的。台湾无法度啊，你的主权甲你的迄个管辖权拢予日本天皇啊。啊，这个主权甲管辖权拢给日本天皇，今日就是讲日本天皇愿意放弃啦，假设啦，未无法度啊。敢若人的身体内底心脏是你的，要甲夺起来敢袂使？袂使，夺起来就死去啊。啊，日本天皇也未死啊，也嘛未死啊。所以今日问题就是伫这个所在很深、很真切的问题，要甲共同用头壳去想。所以就大日本帝国啊，你看伊这个所在吼。包括北方四岛，所以北方四岛日本政府甲苏联讨，苏联甲伊讲啥 ？No， 北方四岛不是你的。啊，日本政府在头壳戆戆的，啊，就以前我的啊，伊袂记咧讲日本政府，袂记咧讲，迄毋是日本政府，是以前的日本天皇的政府，迄是日本天皇的。虽然苏联讲了对呢，苏联的迄个《真理报》嘛，捌派记者两个来台湾访问我。我嘛，你家讲的北方四岛，我听了我解说这套了，伊惊着呢。哦，林上，给你拜托，当然讲英文啦、啊，你不要跟日本讲。我已经讲了呢。所以一等于了吼，《真理报》等于了，经过半年，苏联一个提议，伊讲啥？甲日本讲，安尼啦，四粒岛吼，我分一半，你分一半啦，安尼好唔好？我甲日本讲 no。神圣不可分割领土，袂当割，阿嘛袂当甲你摕啦。敢若迄个推阿面的江泽民哦，将迄个虾子岛哦，苏联占一半哦，伊用这套去甲骗啦。伊讲安尼啦，我既然我占领，啊，就占遮久啊吼，安尼啦，占一半，我一半行李啦，啊，一半就变我的，啊，来签一个约。江泽民甲伊签约啦，啊，足欢喜，讲伊是民主英雄啦，土地去互摕去，讲民主英雄啦。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战争法足清楚死啊！你占偌久都无效，占一千年、一万年拢赶快爱行啦，爱改签啦。啊，所以我甲日本政府讲不要拒绝。我甲日本讲吼，你袂当讨是无唔对啦。啥物人会当讨？天皇啊，天皇会当叫上讨，叫咱讨啦。台湾会当讨北方四岛，你听好未啊？战争法呢？北方四岛是日本天皇的啊。伊日本天皇会当偷啊，虽然毋是即卖即个新日本政府的，但日本天皇会啊。啊，日本天皇伊袂当出面来，伊会当甲咱暗示讲，台湾民政府去偷，咱若去偷，苏联爱行诶。但我即卖还阁无安尼，啊呐，你先美国先甲承认，叫我台湾民政府起来，变成台湾政府，我将中华民国甲赶走，迄阵咱再来处理这代志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嗯，迄咱诶。所以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新南群岛嘛是咱的，啊、哦，
啊，好佳哉哦！这上帝未歹，对台湾未歹呢。新南群岛的迄个海底内底油甲油气哦，烫来伫尖阁群岛钓鱼台。啊，尖阁群岛油气烫来伫台南，咱都免出门呢，底下卧着就好啊。哈？台南你去查就知影，有啦。迄中油有卧一个正底下啦，即马美国不爱互你，不爱互你大量拆开啦，因为美国甲中华民国讲，台湾你是占领地啦，你敢卧啥？你占领袂当移转人的主权呢？迄后摆台湾人恶呢？啊，你是中国政府，你袂当甲人恶呢？美国是甲中华民国安尼讲啊，所以免烦恼。你等咱啦，美国是伫等咱等足久诶。你台湾拢袂晓觉醒啦，袂晓觉醒呢？啊，搁你睏呢？你有你睏无？应该精神啊啦，各位啊！有钱好摕，搁歹较紧精神。啊，来。连成一片是什么意思？他就是说，日本、美国和日本，诸岛啊，这个连成在法律上啊，连成一块啊，就是在行政上面框死了，不仅是军事上问题。他的第二点就是在琉球，日本列岛往前面走，还有一个琉球。这个观点，这个点现在在我们很多中国人的意识中已经把它当成日本的领土，但是我从学术上的角度不断地提出啊，我说琉球不是日本的国土。其实以这个戴旭这两波他渐渐化了啊，一种这个世界这个条约哦视为无误了，你们讲那是不平等条约了。各位，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呢，我课本内底讲，用蒋介石啊取消不平等条约，好伟大！各位，你即马爱足清楚的知影，不平等条约，什么叫不平等条约？建军以后所签的条约，没有一个是平等的。你建书要可是平等，你打败仗了怎么会平等呢？啊，不，你卖怕输啊！你个简啊，啊个简单啦，灭亡。所以所有的条约都是不平等，但是条约签下去要去遵守，那不遵守就会再度的发生战争。所以蒋介石当中课本给我们写说他取消不平等条约，大家说、哦、好伟大、哦、现在才知道说一点都不伟大，那说笑的。你如果说不平等条约可以取消，我跟你说你要注意哦，你的结婚也可以取消呢，同款啊，敢无同款？你结婚证书，你去登记，过几天啊，你讨厌你先生，或者你先生讨厌你，双方讲我取消不平等，迄、那个条约是不平等的，敢袂使哩？袂使哩啦！所以你要清楚的知道，所有的条约都是不平等啊，所有的条约都不能取消，除非那个条约还没有被执行。安尼，迄个部分没有被执行的部分可以取消。搁讲起来，中华民国迄个时阵向日本宣战的时阵，1941年的这个12月初9，伊宣战。宣战的时阵，伫中国迄块土地顶面有三个中国政府，一个是伫重庆蒋介石，第二个是南京汪精卫，第三个是毛泽东。三个中国啊，哪一个中国讲了才算？所以伊当阵向日本宣战的时阵，日本不回应。伊讲：“你有代表中国吗？”啊，迄当阵跟蒋介石宣战，唔是呢？你唔相信？你中兴新村，伊还有一个台湾省什么什么博物馆、历史博物馆，你问入去。行超了50公尺，我倒边迄个巷仔较入面，过头前差20步的所在，壁顶有一张原版的中华民国的对日宣战的迄个文书，内底有对音啊，你敢看你就吐血。什么人宣战呢？林森呢？迄当阵中华民国的主席叫做林森呢，蒋介石是迄当阵的啥行政院院长呢？啊，你有法骗无？
行政院长可以宣战吗？你看吴敦义现在做，已经做副总统了啊！现在那个行政院长陈冲了啊！行政院长陈冲可以宣战吗？可以不？赶快嘛！啊，你也吐血无？看一个讲，哎呦呀！啊，读个课本，到即卖还阁未改，讲伊宣战了。啊，宣战出来，阁讲啥？取消不平等条约。哦，大家拍拍手，讲伊取消不平等，啊，好伟大！咱细汉人说，讲他很伟大。我愈敖读册，愈戆啦。我是其中的一个啦。啊，无我来考试，遐敖考，啊，毋是愈戆，啊，不是啊。所以恭喜各位吼，你若袂晓读册，你个囡仔袂晓读册，爱甲拍拍手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真的啦，我无甲你骗啦。所以他那迄个张忠立讲的有理呢。数学、英文读甲足好，安就好啊。出了60分就好啊。他咪讲哦，我囡仔去读册时嘛足好通的。讲100分一都没有奖啦。我讲你的 DNA 真好嘛。你就是讲你认真读的啊，无啦，无迄个代志。所以你囡仔若袂晓读册，你毋通怪囡仔啦嘿。怪啥？你知无？爸母啦，你的 DNA 不，我唔是讲你的 DNA 袂晓读册，唔是歹处啦吼。你无定你会晓画图嘛，啊无定音乐真好嘛，吼、哦、做啥物话会使嘛。人日本人吼、哦，迄个木头的木匠吼、哦，外国国宝呢，伊袂晓读册，但伊总够做木匠的呀。所以咱就爱去鼓励台湾，哎，阿爸向迄个方向来鼓励啦。啊，即摆进前款，甲研究遐只啦，阿爸接到捐款以后咯，免阁研究啊啦。放在旁边了，啊，现在就换国语吼，恁的后代啊，咱的后代啦吼，唔免叫伊读个，去读迄个医所专门的，你的 DNA 内底上优良的、上优秀的部分去发展就好啊啦。安尼有理无？嗯，拍拼生囝哈。我唔是讲恁老的啦，是少年啊啦。来，这里在今年的7月份、啊、我在《环球时报》上面写过一篇文章，当时 是有一个代表团跟他们谈到这个问题，我怕他们有些人脑筋、啊、犯糊涂，跟他谈地理问题。但是现在跟他们谈，我们一直坚持一个原则，就是按照联合国的海洋公约，看这个东西到底是按照大陆架来谈，还是按海上分界线来谈。我说这些原则都不对，我们国家对外领土谈领海谈判的时候，我个人认为应该坚持历史权利优先的原则。什么叫历史权利？他如果按照历史，我跟你说，中共、啊、是蒙古的元朝的，所以我们赞成中国并入元朝，并入蒙古，是蒙古那个共和国的土地，神圣不可分割。这样好吗？好吗？你说的哦，伊讲的嘛，伊讲要叫历史原则嘛，对不对？迄不是咱讲的，是伊讲的。啊，就是谁拥有这个地方，谁最先发现、最先使用，那么就是谁的，而不该看这些地方离谁最近。各位，迄拢未准啦，迄拢未准啦。你今麦用现主席的状况，按来讲，迄是你的。实讲吼，这甲中国人想的出来，哎，他偷懒在堆啥物物，我唔知啊。阮家街咧也做依山饭店足近的，所以圆山饭店是我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敢未使？会使无？恁听了会笑啊！我咧讲笑话啊！哎，赶快嘛，伊不讲嘛笑话嘛，对不对？联合国海洋公约是1982年才出台，我们使用这个地方有多长的时间呢？所以我就像写了一篇文章，我说。中日之间没有领海争端，哪里有领海争端？我说中日之间还隔了一个国家琉球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琉球国如果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，它也不该算成日本的领土，因为它原来是我们的附属国，大家都非常清楚。1879年被日本并为他们的领土，琉球人被日本称为华族，什么意思呢？得细呀。在日本心里，他们都认为这些是华人，因为琉球的国王是需要被中国皇帝册封，不是儿子
也是外孙的意思，全世界拢因囝，这中国人，全世界拢伊的孙啊，足奇怪呢。我比人较晚生出来，那讲伊是阿公，你听有无？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岁？1949年10月7日出世的啊。迄国家大家嘛拢因老爸因阿公，敢是？啊，伊怎样讲？人是拢伊的囝，拢伊的孙啊。实在吼，这中国人实在，愈想有咱这中国人是来讲啥，拢话拢无咧吼。固然，我们今天不能把它当成我们的一部分，那不能当成一部分这个孙啊儿子。但是在民国的时候，我们的国民也就把琉球视为中国领土。这像因吼，因为讲的话吼，前后拢矛盾，以矛盾的一塌糊涂。过来，但是呢？啊，一家好，要过年哈，因为你们回家啊，可以读一读，闻一多的《妻子之歌》，他怎么说？他把琉球当成台湾的府地，是我们家族的一个兄弟，谁都没有把他琉球当成一个外人。各位，来，报告，拜托你把头抬起来。现在世界有这个问题了，什么人啊写一个文章啊，过几几年啊哈，都变作历史文件了。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安尼啦。所以很主席在中国也好，在台湾也好，攻击我们的人他就把他写下来、利用这个写下来变成文章、挂在网上、还过几年他就说他说的都是属实的，这是、中国人在发动他们所谓的文字战争，都黑白给你抹啦，黑白给你抹黑啦，抹黑故意就是都变真的。这不是我在说我个人，但是我要跟我们各位、在座，你如果对我们台湾民众对台湾的前途有这么关心的时候，你要很小心一点，不能去中到人的毒。他要跟你抹黑很简单，如果十步要跟你抹黑，我用女人跟你抹黑就好了。竟然说我有两个在中国生两个查某囡仔，甲制造我已经结婚啊，我无伫只上课，我就否认嘛吼，否认无偌久，甲制造我已经离婚啊，安样搞哇？足搞的，你还没甲我讲我结婚啊？我气甲要害，我哪有结婚？佫无偌久，甲讲哎，讲我离婚啊啦，你佫无偌久，即最近我开始我有两个查某囡仔啦，你想看麦啊？我若真正有查某囝，还是有某啦吼，哪会无爱来推我？安尼够不道理。那你若讲，你若遐，你遐拢去，捌去中国举手我看，捌去中国诶，啊来手放诶。啊，你去中国啊有人有查某囝仔走来台湾，甲你讨牛零钱无？无嘛吼，对不对？无嘛，因为你无嘛。啊，我若真正去遐有娶某，安尼无拢无来甲我讨牛零钱，搁生两个查某呢。所以逼得我不得已，我逐概都咧上课讲，我有两个囡仔啦，拢伫美国啦，查某已经结婚啦，十八大学拄啊毕业啦，26岁啦，这是我真正才是真实的我啦。啊，变做吼，因为咱即摆咧塞这个论述吼，吼，要求讲啊一大堆耶，所以变做吼，所以咱家所谓查甫的冬季，查某嘛同款啦吼，都要反方向啦。反方向啥？就是钱甲查甫的唔通擘啦，啊，查甫的呢，钱甲查某唔通擘啦。所以我是较希望讲哦，台湾后摆这个社会，诶，这个家庭的幸福、家庭的幸福，迄、那个家庭的价值，要把它维持住了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但是迄个高刷那是特别甲伊讲，因为本来高刷族120万人，即马剩41万尔啦。高刷哈，即马剩40万人尔。所以呢，高刷咱一个特别政策给伊，每一个高刷族阿伯结婚生了一个小孩，咱的民政府补助已经有人替我算无100万，无啦美金无遐无遐啦，甲几个人甲120万的时阵哦，120万人的时阵哦，停啦，停以后就甲一般台湾人同款啦。啊，所以咱有高刷的同胞甲我讲吼。可不可以娶小老婆？我跟他说，
可以问你太太，你太太如果说可以让你，你可以娶小老婆，爱运动啊，哦爱同意，未使同意啦，一夫一妻啦，未上乱去啦，哈、哦，你唔通讲要赚那一百万就直直结婚直直生呢？生了我吼，这教授是按个规定一个 DNA 的检验，一当检验无？检验啥？迄、那个智商爱较悬的，各位吼、哦。我极严这个盯着呢，我咧讲课我做袂听，我家己遐控制了，免烦恼啦。我哪会听呢？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我还阁讲一摆，后摆台湾整个台湾的政策是爱靠台湾真侪精英哦，包括咱的院长啦、咱的牧师，这些精英吼、哦、联合起来，替咱台湾真真正正。想一个台湾的方法，一个方向。但是原则上真简单，贪污、清查，一定清查，我无甲你骗，绝对清查。啊，那犯罪，鞭刑啦，卖下来啦，鞭刑啦，我阁讲一摆，鞭刑啦。我甲你讲吼，鞭刑完全合乎人权的规定，因为伊违反了。对方的人权，讲侵害别人的人权，所以他的人权马上受到处分了，那就很简单了嘛。所以啊，性侵害，性侵害一点变形，你变团路啊，拜别啊啦。啊，去刚好上课哈，那你找我同事讲哈，如果性侵害的话，爱变形，爱拍头前。无啦，迄时吼、哦，拍头就是较过分啦。哈，啊那拍头就干脆开刀刀啊，反正医生有伫个啊吼。不过哈，按安尼讲啦，这虽然是有一点点在开玩笑，但是我讲实在吼、哦，鞭刑是我一直在推崇的，啊、哦，鞭刑我一直在推崇。啊，但是贪污我是绝切，啊、哦，贪污我绝对绝切。你想，你有厝，十八岁用查甫查某拢有一栋厝啊？啊！你会讲，哎、欸、呀，啊你厝买倒来？你知影全台湾即卖迄空厝有几间无？240万，所以18岁以上要分一间厝，很简单啦、啊。啊，尤其遐难民营，遐足侪厝拢空的呢。他住啊，迄个长迄个妇联五村、妇联六村吼、哦，我住伫附近尔啦，拢空的啦，起到有够水啦，拢空的啦。是安怎？遐人哦。拢走去伫中国啊！啊，其实拢无伫住呢，什么闹炮？对，啊，娶入去呢，伊若无住，伊该卖掉啊！啊，若娶较少年的查某囡仔，咱就甲搁甲娶，搁甲饲一辈子呢，领半薪呢。可比伊若即摆一个月领10万，我5万给伊呢。你看苦到即款程度呢？赶快改是咱的心意，但是咱做袂到啊！安怎讲？美国讲你准备好了没有？你有训练4000名无？美国甲你规定伫遐训规定2年啦，4000嘛，咱到即摆才做一半尔啦。啊，41万，即摆才5000几分啦。咱有伫拼无？咱有伫拼，在座拢有伫拼啦，我知影啦。啊，若毋相信，我问互你听吼。你到即摆为止，你有介绍5个以上申请身份证，你举手我看，5个。然后10个。10个的人，3个啊啦，你有看无？咱即摆5000几分嘛，啊，敢若3个有10个以上啊？你讲当时要搞，急啊！台湾嘛足急的，你无急无？急啊！但是你敢若急，敢若讲比别人较紧了，较紧了。我讲各位啊，咱的责任爱担出来，咱要做一个负责任的。我无叫你战争呢，我没有叫你去打仗呢。我嘛无叫你牙刀牙枪呢，干那出一支嘴尔呢？啊，当然你会去用消遣，无唔对啦。因为拄一挂腿下面呢，一定甲你消遣嘛，哪有可能？你不要紧啊，你讲无可能，安尼好，你无可能无你边啊。我换一个讲，2300万，干那要创40万，哪有困难？没有困难啊，问题是你安怎讲啦？
这跟你的 DNA 有关的，你要相信吗？你的 DNA 好不好？无声音嘛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好你，干你爹以前找十个来，好冇？好，好，举手。好，举手。我唔敢举咧，好吗？啊，那无巴肚会疼，我跟你讲。下课。吃起来。起来。休困十分钟。